他只是你老婆婆。不嘟噜擦，不嘟噜嘟，不嘟噜不嘟噜。啊，你读完了啊，读完了，下课了。啊，没下课，没下课啊。你想下课干嘛呢？我们来讲到讲一下这个错的最多的这个第五题，先找规律再填空。我觉得不是这样，你看，一三最后加起来就等于十三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七在这里的第二位数是七，在这里随便你可以填一个未知数 x， 这就是 x 七。在这里你可以填个 y 和 z， 在这里就是 y z， 对吧？这道题怎么可能还有人错呢？啊，你也是愚人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题啊。同学都烦了，烦什么烦？就听。如果你把它化简一下，就等于十，把它可以翻过来，计划下来就是十九减九，十九减九呢就等于一，对吧？你要化简，学会化简，化简。六，它不能转个圈变成九吗？对不对？下课了，下课了。林彤，同学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到办公室走了。好了，下课了。回公司再见。回公司再见。我帮你，我以前写过。你不觉得写歪了吗？写板书的话。妈呀！哇，你这个字。那直接写课题荷花。你写了，我够不着。我这有点难写了，在最上面。哎，顾志勤这个字儿，肯定是真的呀。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小，是有什么诀窍吗？好吧，这里面有点难牵连。下一个，这孔也太大了吧？我觉得它可以吹一些。里面有水，不是吹不响，就是有水。哎，你还是去拍去。你拍完我们再来。你能把我弄赢？你俩没弄断就再来。你这个看起来还蛮虐的。抓不住。这个看起来还蛮虐的。抓不住。再找一个。一步输。哟。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狠点的。哎，张琪。哇、哦！你要被终结了，我告诉你。等一下，等。三二一，抓稳。张琪，你先。你再不连，我倒立洗头。倒立，倒立，不是，我们给你实拍一下啊。闪电山，话说那张小宝是晒了四十九天太阳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还有谁比他黑？还有啊，是谁呀？晒火。嘎嘎嘎！嘎嘎嘎！嘎嘎嘎！
你要读。哇，你看这个蚂蚁窝。啥呀？这全是蚂蚁。啊！上来了，吓我一跳。雨涵，用这么好的手机。来，准备啊。走，走吧。我套路出牌，他好像是 EGM 老年人。你很冷吗？你这样穿再多加一会热上，一直弹弹破你的心，啪。有个蚂蚁窝，那边有一个蚂蚁窝，很复杂，里面好恶心。对，它有些它有些很多出口。哎，别说了，而且都比较近，而且很大，蚂蚁窝密密麻麻的。对，就那种密集恐惧症，看起来就我。你有密集恐惧症？不，我带你去看蚂蚁窝。我有。那边不是有块石头？上面有一个。全部都是。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解释一下就一下。不，就是你不要听他狡辩，因为还没有说完。我领到。完美。Perfect。喂，每一个蚂蚁开头。花儿，小花儿。直接把这张纸垫着不就完了吗？看得出来的吗？看不出来。我坐哪儿？先说我坐哪儿。老师，我们先坐你旁边这儿。老师要给钱哈。一人五毛。一人五块。一人五百。一人五万。一人五亿。一人五百亿。先来个五千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先来个五千嘛，不要太贪心了。放纸。嘿，看到我没？就莫别个后腰的。我听了。走。走啊！哎呀，哎，你们能不能就是？按不按套路？不是，老师，你再说一遍呢。镜头随机转向了那边，嘣嘣嘣嘣嘣，发现一群小朋友在踢球。哈，不许你发财哟！嘿，不许你啊！不许你发财哟！嘿，不许你啊！红包交出来！恭喜发财！哎呀，给我们一个呀！结束后，哇，这个声音，泡泡都没有，哎呀，弄到嘴外面去了。
后面你跑跑。哎。钱多了。这是你笑什么？再来一遍。松点嘛，演的啥呀？怎么这么文字啊？